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公益车。哦，这一次雅阁呢？雅阁黑色的常见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最多是墨绿色的吧？ 2.0 2000年的车主住林口了。就开来让我看一下，我说，哎、欸，看一看，哎、欸，好像还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看起来，哎、欸，还 OK。哎、欸，轮胎看起来还蛮新的嘞，2019年的52周，这是米色内装，使用就会变得比较黄一点，都是很正常的。这很奇怪，太阳晒没有，上面就比较白，太阳会把颜色吃走、欸，哎。好啊，这个是有一个 Type R 的，哈，甩尾，哈，甩尾是吗？哈，甩尾，哈，甩尾。可是以前很多老车都上这个嘞，里程数我记得跑不多了，十几万而已。好，1414 45，24年了，这样平均1年5000，内装其实都还算可以啦，这些内装可能就清一下应该就不错了。嘿，打开，好爽嘞！哦，哎、欸，干净到我以为是水，哎呦，打开像不像水？为什么这里是这样，这里是平？哇塞，这里排气管，哎、欸，你看有没有排气管上面？因为它比较热，主结构那边怎样？其实我还是会稍微看一下车子的，不是说全部的公益车来，我们都全部都收起来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主结构伤到大撞的，应该我们都先排除掉了，因为卖给你，哦，你有撞过，其实会容易生锈那一些的，我们都会稍微审核一下。它只有一处有受损，在这里，这里啦。他说他好像是屁股上面钥匙什么去勾到，勾破了一个小洞，好，到时候清一清看到底多大，因为这个没有拉掉，我也看不清楚。有双安呐、啊，会不会我就不知道了。轮胎应该一起换的，没错，一起换的。哎、欸，体感呢？这个厉害哦，你看，再大力一点，撞不到嘞。这设计过的哦 ，Power 以前的 Power 就是动力的，这个都是我换过的嘛，新的，现在都改成电子式的嘛。水箱应该蛮新的。哎、欸，虽然他撞了这一只有没有？啊，加满是给撸掉了。吴先米，他怎么穿过这一只的？没有啊，他是压到，然后这个就，是这样吗？不然就是他撸掉之后才去装这个。哦，好、啊。是的，我们不晓得哪里肉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跳过。是哦，对，我们就知道肉有而已，然后给巨哥看一下，黄枕套没有破，避震器看起来都 OK。好，刹车油管都换过了，应该还可以，因为有间隙就一咬就知道了。换你了，这么快？不要笑，巨棒布啊！巨棒布啊！巨棒布，白色，对对，我们还有一台白色。对，有点3.0可以拆。这个水棒布。3.0，这个要把上面弄好，我才有办法知道变速箱那边有没有漏，因为这整个都漏下去了。泡油漏到拢要无啊！啊，水缸头啊，遮拢漏啊！啊，这咩办？这样换啊，就换油啊，垫片换一换。垫片头中啊，漏是咩换垫片啊？好，巨哥拆开修一修就好了。行哦，哦，那我这个让巨哥做一下公益。那我这个好。哎、欸，你有看黑吗？阿你。提一个囡仔绑着，啊，脚翘起来，不要瞎说好吗？好，就是安尼，先生你知影哈？正时皮带、水泵补，接下来就是这些小管子，那个盖子可能要换，啊，渗水的那个再拆起来 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头也换新的，嗯，这个顶的啊，有嘞，长得不会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边也有渗油下去，备料。哎，等等嘞，我先看你阿顶起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冷气有冷了，那就叫货动工了，处理这一台。我们先把泡油管都换掉，先抽油让它抽干净，先让油流出来，不然这一条管子你要拆了又要漏。现在看管子，都是硬的，没有小软的。跟方向机油有关的我都先叫，你看这是新的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就知道了。对哦。至少现在网子不是黑的。
哦，这个很紧，这个绝对不会漏啦。太赞，这个可能连树脂都不用。我操，最困难的来了，这个真的只能用割的。我下来一下。现在把它装回去。未知的旅程啊。好了，哇哦，放松就好了，对，放松就可以，它就是这样调的，有没有？往上拉紧，把皮带拉紧，下去就是把它放松，这样就可以拆皮带了。它这个皮带都新的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新，之前都换过了。那一根比金属的还硬，对不对？比金属还硬啊！我们就先放着给它跑，先来拆别的。没有救了，摇摇看就知道了，哦，还是硬的，尽力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啊，有，有啊！哦，起来了。没有破，有没有？没有裂。又有得洗了。非常的凹啊！我们就先来拆这个螺柱，然后来洗这个。不要分解了。都不然穿不出来啊！这边那么大，这边那么小。你不分解根本就出不来，然后你要先把这个铁盖有没有先弄开，好，铁盖弄开了，对不对？再想办法把这个变硬的哦，把它弄出来，我用割的，不然就用剪的，然后这个盖子就可以拿出来。二三四五，对，五个对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要挤这个啦，通常我都要先抹一点油，这样就比较好挤。这连螺丝一起卖就好了，这等久了，才差五颗螺丝而已。不行，你这样讲他们会说你就本田魂不够。我没有要本田魂，你叫本田魂自己来塞塞看，不要只有用说了，来塞塞看就好了。好油池，好，等下就要来拆这个最难拆的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？好了，哦，盘子好的。你看，你有看到壳破了。壳磨到破到里面去了，这一块壳变形了。你看，浮力盘磨的，它这边都磨破了。原本这么厚啊，磨到成这样，啊，因为这个壳已经变形了，所以叫不到。我不知道，这个问题太难了。现在要来找这个正时记号点了。
原本的这个是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涂那么多到底是要对哪一点？等一下把它刷干净，弄那么多点混淆视听，外圈的拿出来了，再来这一个也要拿出来。好，里面就是正直的。哦，这是舵轮调整的，外面那一条的很好，都没有漏，所以那些油就不是里面漏的，这个痕迹都是从上面，有没有？从水泵浦这里，因为水泵浦不会有油嘛，水泵浦只会有水啊。啊，水泵浦这边有油，就是从上面，有没有？我们往上照就有了，都是鸟盖漏的，都是鸟盖。凸轮轴没有漏，那再来就是剩零点了，现在拆引擎脚，因为不拆，正时皮带也下不来。先把下面的油有没有都清一清。先拆水泵浦吧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，哦，这颗没有，那就没做。好，它就是从这个洞漏的，有没有？我们那时候看到的，就是这个洞。哎呦，难怪副厂，副厂中的副厂。然后你看，这个都扁掉了，它用没有多久就扁。那我们看这个哦，上面至少有 logo， 还 Japan 有吗？Japan，icing， 因为那个垫片烂在里面，所以表面要清干净，要不然还是会漏。这个真的有得清啊！尽量还是不要用那个没有没有牌子、没有字的，这个比较重要的不要省。都清完了，现在就是先把它擦干净。这边已经清得干干净净，我还拿镜子去照。现在在擦水泵浦周边。对啊，等一下就要准备装了。这个看起来应该可以不用打胶了，因为它的平面是平的。平的我们就不要打胶，不然下一个人清也会在那边更胶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上。好了，加水测试。这边看起来没有漏，有吗？它已经漏了。我们在那边用水，不可能喷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你来这里看，你看到有一滴水，我们刚清干净了，这边都干了。这里有水，不是只有那里。我们其他的水桶看起来是没有漏。这就是这里，然后像这个头这里。对啊。现在让我把引擎脚弄回去，引擎脚完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舵轮，新的，当然是新的，还是要用旧的。舵轮一定是换新的，不然到时候不要令骨坏掉。整个拆起来才用得到。大颗是正时皮带的，小颗是平衡轴的。那它就是这样，然后压着，然后用这一根把它锁紧，它弹簧会去勾住，会把它往上拉。所以正常我们等一下装上去你就知道了。你如果这边没有压平，它会翘不同边，就会浮浮的，有没有？就会变这样，它翘起来，就变这样了。那我们先把下面的对好，等下放下来对上面的，对好之后这一颗再锁起来，再去对这个平衡轴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拉起来，对到这一个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对记号，好吗？上面准了，我们就可以看下面。来比一下，这个记号点在这，哦，哦，这样就装好了。再来就是检查记号，哦，都中，要先压一下，它这样太松了啦。把上面舵轮压下来。对啊，让它这样有一点紧，压到底就好了。这个不能太紧，这个太紧会断。检查一下，会不会太紧？要让它有弹性，这样就脱不了钩，好吗？好啦，再来就是胶条啦。胶条上去之后，我们再用清洁剂把它清一清啊。Avian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
好。上盖，这个是很难装的一个盖子。哦，行了，再来就是要装油尺。乖一点，乖一点。哎、欸，没有油啊，下线呢、欸？我不见了。老板呢？你怎么会问我？我想说油尺装完，我擦一下。你看，你上线还是？对，下线。对，连下线都不到，现在油都在下面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都在更下面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就不要洗了，因为油也不够。我们到时候油直接漏掉，然后加新的油下去就好了。你如果是刚好的油还可以洗啊，就让新的油去洗就好了。就下次换早点换这样，就是正常换油啦，不要说早一点。哦，塞一塞，等一下要来装油盖了。非常的好，剩下的就明天了，等交干一下吧。既然引擎已经可以顺利发了，我们就把这些都装回去吧。方向盘转一转，它就会下去啊。哎呦，破掉了。水管可以，应该这一个要换掉。这样就下来了。漏水，漏成这样，直接换一个盖子好了。这个橡皮要换了，这个橡皮整个扁掉了，然后都是水垢，就表示它有渗水出来。我操！哦，看一下，中间漏比较多，这样子就没救了。如果从前面，你看这边没有油，如果是从这边漏可以换螺力。中间漏就没办法修，所以这一颗就没救了。好了，新的。这个新的欧力抹一些油，把欧力换掉吧。看一下合不合。哎，这个为什么水都要换新的？因为它歪了，然后盖不起来了嘛。再叫一颗新的。再叫一颗新的。垫片已经来了，管子也来了。哎呦，这个机油量很少，因为它在下线，给它漏久一点，漏干净一点，黑麻麻的油啊。好。清干净了，你看一下，见证一下。新的就不用打胶了。它有一个固定架，固定水管啊，固定这些的架子要锁回去。数字新的。好了，这样可以来加水加压了。这边也没漏了。对啊。反射，这边下面没有水。
家的很惬意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干净净的，哎呦，非常好，继续。好了，继续发动吧。哎，洗完差很多呢。转了，两边都转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漏。那怎么还绿绿的？没有啊，这个是之前的啦。你看这里来，上次那个洞有没有？没有绿绿的。嗯，对啊，这全部都要洗。刚好上线的缺口，对啊，另外一边也是。还是要感谢干爹的哈，恭喜方向盘，对，谢谢他们再次做爱心，爱心做公益，而且都无偿的。但是我们原来这一支寄过去了，他发现也是他们做的，是他们做的。好，这应该说过很多次了。如果你真的有要拆方向盘螺丝修假的，先把它拔出来哇，别出来。阿丽亚用力拔，有时候会把这些线都把它拔坏掉，这样就不会出来了嘛。已经起来了嘛，再放松，怎么拿出来？这样就起来了。这样就不会扯到线。我看得见。这一次的雅阁的空气车已经做好了，美容也做了，好啊，引擎的部分应该有看到影片就知道了，处理很多了啊。我大概念一下处理的项目，嚯，你看这是缩土两叶、机油、机油芯、好节温器、水方浦、水箱筋、水龟盖、好水龟橡皮、水管束、正时舵轮有两个，一个固定的，一个调整的啊，石龟盖下、石龟皮带、油封、气门式油封。平衡杆橡皮、偏矮油封、曲轴油封、机油放浦的油封、分电盘、方向机、方向机的油管有两条都换了。好，空气芯啊，再来就是清洁剂啊、胶啊、工资，还有清洁器门，总 total 花了35000多。35000多，我是觉得啦，用安尼内料的处理瓦梁啊，换了不是都不会坏哦，只是说我们大部分看得到的地方在处理了，这种车你回去有可能会再花吗？有可能。这是老车，我们要再强调一下，其实处理这样应该是很棒的啦。嗯，对啊，我们之前有试过车了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好，就直接处理了。好，再次感谢干爹帮我们处理方向盘。好啊，再来就是这一台的坏处啦，我们讲起来，因为它是2.0的税金，整年度是17410，比如说像 Corsair 那些再贵一点点，大概一年大概差5000块。它有好处，它车比较大啊，空间也比较大，可是税金就会比较重一点，自己斟酌一下。对啊，好，毕竟它是老车。好，回去不是说永远不用修哦，陆续啦，慢慢的这样，对，边开边看，对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耶、yeah ，好留言，拜拜。
耶、yeah, ！今天我们要来公益车来捐款，我先去抽号码牌，那我先去抽喽。好，耶、yeah, ，好了，捐款好了，我们得标金额是65000，每个人是21667块，捐给社团法人台湾动物紧急救援推广协会，总共3张。耶、yeah ！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以前我用这一支改过什么啊？钣金的东西，我把这里啊，把它弯过来啊，这边过来嘛，再坐过来，一个类似三角形的样，就是做一个把手，啊，装一个那个，他们钣金不是有一个降灯哎，啊，这边把它做钩子，啊嘞，高点它，咔嚓咔嚓，厉害了吧？用这一支下去改的。